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兴祖。先开始，咱来关心头一批 A G 的预防虾已经送到台湾。行政长苏贞昌昨是强调讲，若是国人对预防虾有疑虑，伊愿意带头先注射。咱卫生部长陈时中嘛讲，咱国内生产的预防虾，按算到年底会当生产到一亿吨，唔那家己用有够额，也可以当卖给别人。疫苗不足，我不抢。没人敢打，我先打。我们都看到现在，国人同胞都有踊跃打疫苗的状况。第一批 A G 新冠疫苗疫苗登记来台，行政院长苏贞昌找过去立法院避孙前，教授访问再次表示，那国民众有疑虑，伊愿意插头注，要么好有各界按照指挥中心的顺序注射。另外第二批疫苗来台时间，卫生部长陈时中无讲，要么伊表示，有国内疫苗手达个月产量会当达到2000万剂，有计七月会当量产，年底可能有1.2亿剂，唔那家己用，也个会当挂销。我看你标出来的时间是7月份。国产疫苗应该可以取得授权上市，这个时程有几分把握？应该有80%以上。国内供应无余，它才能办出口嘛。对。另外，陈时中也指出，国务院当日就会建立疫苗立场，来应应未来疫情状况，增进计划疫苗，加紧临床试验进度，有计三年来完成各界的关注，属于封闭组织的国军什么时准做疫苗？陈时中讲，国军顺序无办遐尼早，国防部也回应，一切按照中央规划顺序。在 CDC 已经排定了接种的优先顺序嘛，那未来就是所有的就是接种规划的话。我们对官兵是鼓励跟宣导，希望能够他们都能施打。刘德平表示，只要有疫苗，就会鼓励官兵组来确保国军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外界继续在关心疫苗的进度，啊，那头一批 A G 疫苗已经送到台湾，也毋过韩国是传出讲，注 A G 疫苗注射了后，两天内出现五例死亡的案例，这是引起外界即马对疫苗无啥信心。卫生部长陈时中今日表示讲，注疫苗人体一定有反应，若是出现副作用不爽快，都会先向便医找帮助。卫生部长陈时中受邀请参加国际妇女节的活动，用行动支持妇女的病患。外界是继续关心疫苗的进度。头一批 A Z 疫苗初三到台湾，不过各国陆续注射了后，拢出现不良的反应。韩国最近爆出注射 A Z 疫苗两天内底总计五宗死亡案例，日本有民众严重过敏，互人烦恼疫苗副作用。对此，陈时中信心化话，强调注射了后有反应的症状是正常现象。那些有反应，大部分都是我们本来所期待的一些免疫的反应。那当然有一些，就引发头痛或是其他的肌肉痛、疲劳这些相关的一些副作用在。啊，请民众不用去担心，打了疫苗一定会有反应。对着日本考虑提供注射疫苗民众发放镇痛解热的药物，但是中认为必须要小心来评估。台湾有健保制度能应用，另外国产疫苗原本有计上近7个会使开始注射，即阵研发进度来到二期临床的试验，不过即阵传出真难找到65岁以上的受案者，进度较慢。对此，陈时中表示，无排除先开放给65岁以下的民众注射。我们当然是能够希望全部都完成。才来做一个开始，但是我们的 EUA 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年龄层，就让他先上路。玻璃桃园病院内底爆发互相烧胃感染风波，指挥中心事后检讨，避免这事件搁再发生，无都马上将阿病人甲探病的人的关联，爱建立陪探病实名制，加陪探病的资料电子化。陈时中指出，以玻璃桃园病院为首展开试办的计划，下礼拜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伫疫情期间，入境真侪国家拢爱乘坐隔离，这对爱飞来飞去出国去讲生意的商务旅客、商务人士来讲是真晦气。所以最近伫新加坡的机场附近，就出现一间新的防疫饭店，国际旅客会当伫遮哪隔离、哪办公、哪讲生意。想要让短期商务客入境，免等真长的隔离期，个人兼顾防疫，这难题即马新加坡已经解决了。伫樟宜机场附近的安全防疫饭店，樟宜连接1月中开播，让旅客用完了隔离，完了讲代志。短期商务客入境了后，住伫樟宜连接，检测阴性都无需要隔离14天，用伫饭店内底讲生意。Then the benefit they have of this facility is they don't have to serve the additional quarantine time in Singapore.
after the initial short waiting period at the facility to wait for the results of their on-arrival test, they are able to get to business immediately.大入去的时阵，客房订号下到红灯，检验阴性就关掉。这时阵就用离开房间。飞机小姐设施也做特殊设计，像这间中用大片气密玻璃分隔，两边有独立出入口，加通风设施，桌顶有对讲机用使用。客诉需要交换物件，用透过专门消毒箱来送过去。有这完善设施，帮客人加当地人来回宾。So if you come from the land side.The doors are two-way, you come from the air side. Once you enter the facility, you cannot leave until someone lets you out. You have to stay within the facility. 事实上，长期连接是由新加坡博览中心电厅改起，有150间客房、40间会议室，未来按算扩大到660间客房、170间会议室。因三月会接待第一批旅客，希望这套防疫兼顾经济模式，减低其商务客回流，让经济早日回温。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辑。镜头转来国内，咱来关心劳保局的精神报告，内底是讲，咱劳保在2026年有可能会出现破产的危机。行政院的政务委员林万益嘛证明讲，劳保破产的时间即马是哪来哪变啊？行政院的院长苏贞昌是强调，政府无倒，劳保绝对袂倒。严格专家学者是认为，劳保爱改革，即马时间袂使阁拖。我讲过，政府若无倒，劳保绝对袂倒。而我们也看到政府努力经营，有各方面的获益。向民众信心化为行政院长苏贞昌希望民众唔通烦恼劳保破产，因为政务委员林万益初时声称劳保破产时间确实真迫，因为劳保财务每三年精算一摆，顶一摆精算报告伫2018年底出来，指出劳保50年无提准，减总负债已经增加到9.11条，破产年限将会由2015年精算到2027年提前到2026年。劳保局上新统计数字也显示，到去年底，劳保保费的收入甲给付差距了袂花487亿。从类似劳工保险的改革，在各国都是如此，一定会引起很多的一些抗争呐、啊、可是就看主政者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劳保报告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以限制都不改革情况之下，我们每年累积的潜藏债务是5000亿啊，现在整个潜藏债务已经是10兆了。学者强调，政府保证劳保未倒，但过改革却无具体行动。就算政府当年拨报200亿，也只是一点啊。劳团是直接讲，劳保的抗衡难难难大，改革未当阁拖。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南部在缺水，那当水不够的时候，那出去的水大概就要减压供水嘛。那大概事实上在社会保险或者是劳保的这个财务的结构，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劳团呼吁。调查应该量早大声共识，推动改革。劳工朋友也应该理性面对，因为无同世代劳工在这个制度中，拢有无同的权利甲义务。要安怎让制度永续，让大家拢领会到，才是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到今年大火满10周年。来关心迄场地震是引起海啸，也有福岛的核能灾害。对日本来讲，核泄污染一个连贯的议题，这议题拢继续也在讨论。咱台湾有环保团体嘛举办研讨会，对福岛核灾10周年的经验来关心咱台湾的核事，一个连贯转型，嘛讨论到核事重新启动的公道。就是54个机组在福岛核灾之后呢，有些就真的关了哈。今年目前是只有4个机组在运转。提出最新的统计数字，说明日本的核电机组实际运作情况。日本福岛核灾即要届满10周年，这场环境的重大创伤，经过这几年的处理，敢已经恢复了。这十年来，辐射的污水还是不断产出，这是主要是因为在反应炉里面还是没办法有人工进去，让反应炉的这些被污染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收拾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目前福岛核灾还是一个进行当中的污染。对福岛核灾经验来看，台湾环保团体召开研讨会，对福岛核灾带入台湾的核能发展、能源转型的议题，探讨台湾是不是需要核能，也有能源发展要有什么款的可行性。能源政策的的确确需要我们好好的批判它，并且逼迫它赶快从再生能源的积极的提倡，一直到把核电立即把它废除掉。核灾的台湾是承受不起的，理性的
充分资讯的了解来认识核能的危害跟我们未来可以走的方向。台湾有很好的发展再生能源条件。环保团体也指出，台湾八月份要举行重新启动核四公投，希望民众拢会使对福岛核灾的危害、台湾核电厂陆续度益、核废料处理者的讨论，来深深看待核四的未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林务局台东林区管理处。对去年底到前一阵啊，二十八日连续假期，武汉两件登山客伫嘉明湖山区露营、去野火这款违法的行为，相当是当罚60万。若是无细致造成火烧山，这都毋是罚钱就会使遵守的代志。所以林部长即摆按算要修法，要加重处罚，嘛要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这个月是十秋月，林务局台东林管处甲台东县政府暂时在森林公园举办种树蛙、护树蛙甲斑马共存共赢的活动，吸引真侪民众参加，种下台湾原生的树种。不过，甲种树蛙爱护树木形成增强来比较的，确实在这礼拜南怀嘉平湖附近盖毛树山有登山客露营来去野火事件，总共有五个野地野火，因为这森林的所在拢是真个大火的离休熊森林，一点啊黑烟哇就引起森林的大火。台东林管处的调查，相关会使依照森林法处罚60万块。不过，安所管的罚款也无多赔偿，造成的森林大火可能需要修法，这阵来加强来巡逻。跟我们的志工团队组成不定期的队伍到山上去宣导，如果说有屡劝不听的部分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就会依照森林法的相关规定来做处理。山林里面生火用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不当的行为，那也许我们也该考虑从制度上从法律上来做一个修订。台东林管处表示，去年底到即阵，无到三个月就发生两层登山客去野火违法行为。林务局即阵已经要来修改民众入山的相关管理规范，即阵也积极甲登山社团合作，协助向入山的民众加强宣导，禁止在森林起火规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苗栗，苗栗造桥的民众因为不满县政府核准昆吾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做试验运转封路抗议，已经抗议两个月。即马苗栗县长徐耀昌伫昨昏有开记者会，宣布讲要停止这个公司的试验运，自救会算是得到胜利。我们依现况，因此予以终止试验运。苗栗县长徐耀昌开记者会，亲身宣布停止昆玉掩埋场试验运许可。消息传回当地，民众拢真欢喜，不过抗争现场又还唔敢放任，要等到收到正式公文才撤离。公文没有下来，不一定。我们这边如果松懈了，怕不一定他还会再进来啊。昆吾公司伫竹叶乡用心川线以及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苗栗县府去年底核准试营运90天，暗过地方居民强烈反弹，封路围场，到即马60天。前县长刘正宏也继续声援，对县府停止试营运的许可表示肯定。能够有做明智的一个决定，让苗栗有留着这么一块净土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真的也是感谢。徐县长以及县府的这些工作伙伴，虽然停止试验运，暗过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设置许可依然有效。苗栗县环保局表示，未来昆府若是搁申请试验运，自救会认为县府若无废止许可，问题无法度得到彻底解决。包括土地的变更，还有这个环评的，它规避环评的问题等等，哈，有很多瑕疵，还有。因为它这个设施已经20年前做的，不符合现代的规定等等，哦，所以乡亲很多疑虑，包括两任县长，他认为这个有很多疑虑啊，所以不给他允许。所以自救会这边努力的方向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要把它废掉。自救会长陈清新表示，掩埋场附近用成河，河水是周围农田的灌溉用水，掩埋场无铁污染的疑虑对永远存在。随其行政诉讼会继续进行，希望永废止掩埋场的设置许可，加兴办事业计划。昆吾公司加暗示结果拢无相关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的人口愈来愈少，真侪人无爱生囝，无爱饲囝，改饲动物来做伴，有动物伴来陪。也毋过呢，即马真侪人对动物安养问题，毋那是无重视，嘛是无啥了解。有人饲饲了后，动物那是老啊，也是破病啊，拢毋知影要安怎顾。伫台中沙鹿就有协会，目前收容180只流浪狗，底底有真侪拢是车祸受伤，无就是破病被放生的狗啊。这阵半身不遂、拖轮椅的狗，伫运动场走来走去。伫台中沙鹿的坑山谷，目前收容180只流浪狗。较特别的是，2013年协会成立以来，已经照顾过60几只半身不遂的狗。其实像我们现在，这只它就曾经瘫痪，然后瘫痪之后到你就不能再跳了哦。瘫痪之后到现在恢复走，其实就是需要中间一个除了治疗过程以外，还有就是适度的辅具帮助他。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还帮助了蛮多瘫痪狗回来的。那大概这数十只里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将近大概应该有20只是从原来很严重的瘫痪到学会走路的。林文先原本是福建科医生。因为真爱动物，之前定来伫咧动物团体做志工。以前即款半身不遂的狗，若送收容所，拢是排伫咧安乐死的优先名单。坑山谷收容真侪因为车祸或者是破病被放生的狗，为着要照顾即款狗，逐个月基本开销就要500万。是因为他们现在后半生已经没有知觉，所以他必须就是用我们人工的方式去帮他们辅助上厕所。他们自己也会上，不过有时候可能都上不太干净。发不干净的情况，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尿道的一些发炎啊，或者是他们可能会便秘，或者是这些一些情况发生。尿狗的救援、照顾加晚年的安养，需要专业的照顾。林文先希望政府会当推动宠物长照政策，办宠物长照课程，协助主人照顾年纪大、慢性病也个伤残的毛宝贝，辅导民间成立动物安养机构，和老病不死的尿狗会当得到专业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下礼拜一就是300妇孺节，这个节日上早是要争取性别平等，也還有妇孺的投票权。也毋过时代的改变，查甫人即马伫社会上拄到的困难甲问题，已经甲英国无相共。路透社有去几个无共款的国家，采访几个有代表性的女性。透过因的故事，要大家看到女性有多么坚强。华丽阿迪以作家、诗人和创作型歌手的身份，伫咧马来西亚的艺文圈是真活跃。伊伫2014年成立苗乐馆发育不全症，也就是人工子宫发育不全的志愿团体。目前有超过200个成员，伫咧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个所在拢有。这个阿迪一直到17岁拢无来月经，去有医生看了后才知影讲伊无子宫。不过受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阿迪歹势甲外人讲伊的问题，更加是唔敢去有医生看。伊的青春岁月就安尼孤单搁操烦，一天过一天。一直到伊加入美国一个山顶苗乐馆发育不全的团体，才让伊打开封闭的心，决定面对这个罕见的疾病。The U.S. support group really gave me the confidence, really gave me purpose, really inspired me to do something about.My community and my country. 在印度德里上大间的公立病院，麻醉科的莫雅医生，厝内4岁到9岁的囡仔，拢是自闭儿。伊两个某两个人拢在病院上班，平常时也分工合作照顾囡仔。去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阵，病院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莫雅医生无闲甲无时间通顾囡仔。防疫封城的措施，佮予囡仔特殊教育的课程全部拢中断。伊若去上班，这两个囡仔就伫窗仔门边哭教。Restless, uncomfortable, crying all the time, and waiting for me, and sitting at the window, sitting all the time at the window and waiting for me. The mom, when my mother is coming, and sometimes very in confused status, not eating well.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电台主持人克莱拉安佛。真欢喜伫个镜头头前，这是七头米制作商美泰尔伫个国际妇孺节进前推出迷你版的克莱拉安佛芭比昂啊。去年5月份，美国明尼苏达州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了后，安佛伫个节目发表演说，而且伫节目内底推动黑人的名嘛是名反种族歧视的运动。I'm aware that I've got an audience, and
yeah, there is a responsibility that comes with that. And I think we are in a time now where I personally feel, you know, the moment of sort of feigning ignorance about inequalities. 香港一个单小姐一年前在国泰航空做空服员，不过公司连连亏损，因为安尼裁员5000多人，单小姐就伫裁员的名单内底。36岁，佮一个人请养了细汉的查某囝，做12年的工课，熊熊抓无去，就业市场嘛衰退，就连兼职的工课嘛真恶找。想来想去，伊想到本地长久以来对华裔的热情。所以就决定开始做客制化会所的生理。I want to be my role model for my daughter because I got a role model from my mom. My mom gave birth to me when she is 17, and she have a very a difficult time when rising us. And I want to demonstrate how no matter how hard is the situations, as long as you have your family and we can make it together. 公司新闻王惠文编译。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7度，上高19度。中部温度上低21度，上高27度。南部温度上低24度，上高有30度。东部温度上低23度，上高27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3度，上高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中岛新闻，新闻最后咱去意大利看企鹅。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顺心，咱再会。